两万人反低薪，入围劳动部。反低薪，反低薪，是太监，是内奸。不满政府无法解决劳工低薪等问题，两万多名劳工和群众昨天在劳动节走上街头，群众冒雨从凯道游行到劳动部。全国劳动者啊，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了我们的权益，不怕任何牺牲。台湾花学运领袖林非凡也在群众中呼口号，游行队伍不忘为警察劳动权发声，还有人主动为执勤警员撑伞。抛弃劳工，这工时非常的长，然后还有其实老板都有利润的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分享给员工。队伍到达劳动部，高高架起派遣是元凶等标语，预警爆发两波推挤后于下午结束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